你知道吗？我直接跑下去吧，我都懒得躲啊，跟你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，欢迎回到来白色情人节恐怖学校的第二集。如果还没有看上一集的话，记得先去看一下哦。那么，让我们继续来救那一位学妹吧，那位最可爱的学妹小英。你们可以看到哦，现在我躲在厕所里面，那是因为我刚刚才读取游戏，进回来游戏罢了，我就被追了。那么我看我现在应该可以出去了，我拿到了这个木字牌，所以我应该要去那个打开那个木的门，希望不会撞上那个老头就好了。 OK， 我们来到了，就是这里了，就是这一道门。来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漂亮，终于打开门了。啊，所以是去第二楼了。新地图啊。哇，什么来的 ？What the flip？ 好丑啊你！什么鬼玩意啊？小宝宝丑到半死，妈的！OK， 来看看我可以做什么的。电话响了，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接电话啊，笨蛋。Oh my god， 真是诡异啊，这个声音。妈的，尖叫又不像尖叫哦！哇哦，这边有一些校长的照片吗？五位校长吗？啊？哦，我可以换那个位置的。哦，这就奇怪了呀。这是什么解谜吗？好，关于那一个画的解谜，我暂时都不知道。OK， 那么这边有一张纸条，他说电子锁的密码。他说密码会在黑板上用了特殊的粉笔来写，在灯光下是看不见的。 OK， 那样的话我要去校长室。这个密码是什么啊？不知道。这个音乐又来了，妈的。哦，拿到了这个别针，看起来是有用的。最恐怖的音乐啊，妈的，那音乐有必要那么恐怖吗？好大声啊，这个音乐。哇，吓到我，这个人体模型，我以为是鬼来的嘞。你吓到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鬼来的。这个又是什么啊？眼镜，拿来干嘛了这个？OK， 我真的搞不懂啊，这个眼镜要我看什么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个声音很诡异，我不喜欢，好像有什么要来这样。有人在厕所吗？我在上一集打开那个柜子，差点被吓死了。如果你没有看上一集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现在打开柜子都有一点点怕了，打开柜子或者是打开这一些门我都有点怕，因为我知道打开这些东西哦，有什么会跳出来的。好，这边的楼梯没有来过的，上去看一下。哇，什么声音？一直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，你们知道吗？OK， 这个也有那个结界，就是要找到这个土字牌吧。OK， 这边有一张纸条关于钥匙的，他说主楼的一幅画里藏着可打开被锁之门的钥匙。那么我要找到一幅画啦，主楼的一幅画。又来到厕所了，虽然每一次都是没有东西的，不过我还是会调查一下的。有东西，
什么来的？用于称重的金属锤。我真的不知道我捡这个来做么的。哦，这边的厕所我有点怕了。有声音啊！喂，有人？有谁在吗？为什么有声音？有声音啊，可是没有看到东西。哇，吓我一跳，那么诡异的喂。一直听到那些这样的声音，可是没有看到东西啊。哇，那个人体模型好恐怖哦。这边有一些韩语，我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。这个人体模型不会突然动吧？哦，这个可以点火的，你不会突然间动吧？不要吓我，来开灯，有什么吗？蜘蛛标本。要来干嘛啊？这些东西找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不知道要来干嘛的。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把钥匙啊？笨蛋哦！我刚刚有进过来这个房间，竟然没有看到有一把钥匙。我怎么觉得这边有点奇怪？你们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吗？刚刚这边好像有一个人体模型站着的。Oh my god， 那个人体模型动了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不可能记错的，我记得有一个人体模型站着的。OK， 这个衣服也有东西吗？怎么我可以看这个衣服的？有东西是吗？等一下，哦，有一把钥匙。这就奇怪了，我刚刚都没有看见了，妈的！这个抽柜也需要钥匙才能打开。找到两把钥匙了。那么再让我看看要去哪里吧。不过那个人体模型不见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好的，现在我有钥匙了。这一些教室我是没有来过的，来看一下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因为他写这个韩语，所以我都看不懂啊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什么鬼玩意？这个是那个眼镜的镜片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在那个一楼的，有那个眼镜。OK， 这边又有锁头啊。OK， 那么我应该是需要知道密码的。哦，原来这边可以看到密码的。OK， 可是这个我看不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跟密码有什么关系？OK， 那么这边的密码我是不知道了，暂时不要管它，先去其他房间吧。可能以后才能找到线索吧，真的不知道那个密码。哦，这边可以打开，来看一下里面又有什么。啊，又是这个超级丑的宝宝。他在看什么 ？What？不要叫到那么大声好吗？我耳朵好痛啊喂！丑到半死的小宝宝。OK， 那么他看着那个木箱，然后叫得很大声，他应该是要找妈妈吧？我听到脚步声，哦，那个守卫来了，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会来啊，我以为他不会跟过来这一楼了，来了。哎呀，他看到我了呀！没关系，来，过来这边，我躲，
哈哈，打不到我，笨蛋！我的嘛，你的嘛，我的嘛，你的嘛，我的嘛，你的嘛，我跟你绕个圈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太弱了吗？追不到我吗？笨蛋，追不到我，追不到我。哇塞，他还在追我，关门，躲进厕所，关门。啊，追不到我的了，你放弃吧。呜、哦，他进来了。你跟我玩追追？不可能，他都不吓人的。说实话，这个老头，而不是什么鬼。而且我发现他蛮迟钝的，想要打败我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我等他离开先。OK， 我要再次过去。刚刚我看到有个密码的教室。哎呦，那个守卫在前面呢！妈的，关门。OK， 我要再回来这边。那么我刚刚在研究着呢，这一边是说明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那些嘛。我大概知道他说什么了。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四个词。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，它是不是有一个二字在这边？你可以看到一画、两画，它应该意思是说这四个词里面有那个1、2、3、4的。哎呀，又来了那个守卫，他应该不会进来吧？我关着门了，我要解谜啊！快点离开啦，妈的！看他会不会进来，他应该不会进来的。我都没有发出声音。他就在门口了。OK， 他就在门口了。我现在不敢动，因为我不想发出任何的脚步声。他应该不会进来了，让我继续解谜。OK，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词，它是有一个二字的，应该就是二啦。所以我要用我的手机写起来。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啦，如果猜错了，就再想办法啦。然后第二个词，你们可以看到什么？有一个八字。因为这一个第一个字嘛，它有一个八在上面的，所以应该是八。那么第三个词也是很明显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上面有一个四字，应该是四了。然后第四个，第四个让我看一下它有什么。那么这个第四个词呢，我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一罢了。OK， 其他的字都不符合啊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华语字，它都不符合，它只有一个一字是比较符合。就在第一个字，它是不是有一横？那个就是代表一咯。如果不对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其他的都不符合啊。所以总共是2841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下去一楼那边，打开那个密码的门。我希望我都猜对了，猜错了又要再想了，很头痛。OK， 那个守卫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希望他不在楼下了。哎呀妈的，他在楼下！哎呀，真是讨厌啊！来了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关门，开门，关门，关门，躲在厕所。哦，好烦啊他。他不恐怖，可是他很挡着路诶，人家在解谜的时候，真的是啊，我想直接跑去楼下，反正他都不恐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直接跑下去吧，我都懒得躲啊，跟你讲，哇，吓到我了，妈的，他一下子在旁边 ，Oh my god， 我没有想到这个老头都可以吓到我的，喂。够了没有，老头？妈的，你这个老头啊！关门，我关不到门。
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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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行不通，行不通啊！这个强硬突破行不通啊！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没有保存到游戏哦，不能死啊喂！妈的，这个老头 ！Oh my god！ 他刚刚吓死我了，他站在那个门的旁边哦。让我补血一下先，我需要补血。我不能死啊！现在我没有保存到游戏。好了，我的血又满了。妈的，又来了！什么鬼？这个老头，好讨厌哦！我下不到去楼下，他一直来，一直来，烦死了。OK， 准备好了，我走了。我不躲了，妈的，躲个猫啊躲！我一直躲，我根本都去不到楼下，我跟你们讲啊。关门，我要躲这一边。关门啊！现在我就下到来楼下了。哎呦，他好烦啊他！现在我需要等他离开这一楼，我就可以去按那个密码了。我已经有密码在手上了，希望是猜对了的。好的，他应该离开了吧？我希望他不在这一楼了。不是吧？他还在这一楼吗？哎呦，他还在这一楼啊！他在那个教室那边，因为我一靠近那个教室那边哦，那个眼睛就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他在那边。没有在吗？哦，看来我猜错了。哎呀，他真的在这边哦！妈的，好讨厌哦！人家要在哪一楼，他又在哪一楼了哦。哦，他在那边，希望他不会走过来这边了。哎呀，他走过来了！妈的，死老头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真的是给你气死的啦！来呀、啊，我躲。啊！还是打到我了！他妈的，人家在哪里？你又在哪里？你搞什么？搞 gay 了是吗？你搞 gay， 你去找你爸爸了！妈的，鸡蛋糕，你垃圾！哎呦，我要等他离开这一楼啊，都要等半年了，真的是啊！其他两个学妹他不去找了，他只是来找我罢了，是不是搞针对啊？这个老头。其他两个学妹在那个学校那边走来走去，他不管一下的，没有搞错那个守卫。OK， 来看一下他走了没有，我快要给他烦死了。讲实话的，让我补血一下。好的。Oh no， 他还在啊！妈的，他还在这一楼哦，他搞什么哦？他一直在这边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需要去前面啊！哎呦，这个老头真的是啊！等一下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躲进这一边，等他离开我就可以走了。哎呦，这个老头快要被他气死了，我躲在这边。不能躲在厕所、啊、我躲在厕所我永远都去不了我想去的地方、啊、现在我躲在这边，我需要他离开这个走廊罢了就可以了。漂亮，他正在离开了。终于走了呀，烦死了这老头。好，现在我可以来按密码了，密码是2841。猜对了，果然是这样解谜的，漂亮！关门，这里就是校长室了吗？应该是的。来看一下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有一个什么把手，拿起来呀、啊，木质的小把手。OK， 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？哦。这个是可以转它的，这个是要把它连接起来是吗？不是连接吗？还是要全部一样罢了？好像连接不了了。哦，就这样罢了。
拿到了录像带。OK， 然后 OK， 然后这个打开了，什么来的这个？哦，是电视机来的，因为我看到了青色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。可以看到那个守卫，他在干嘛？OK， 他把某一样东西放在那个柜子上面了。哦，又来了，那个守卫又来了。交互室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，那我又需要去那个交互室了。交互室好像是在最低的那一楼的。诶，这里不是最低的一楼咯？老头，你在哪里啊？这里应该就是交互室吧？对呀，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爬上这一个凳子的，来爬上去，啊，他躲着一把钥匙，第二教务室的钥匙，这个我知道在哪里，在二楼的 ，OK， 有点进展了，至少现在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，那个老头应该在附近，没关系，我不怕的 ，OK， 这里是二楼了。有某一间教室是锁住的，我记得。现在我找到那一把钥匙了，所以应该可以进去看看有什么了。对，好像是这一道门了。对，这里。看里面有什么重要的，来，关门，然后开灯。嗯，打扰了，没有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可以打开吗？也是空的，很奇怪啊，这个游戏啊，它让你打开那一些抽柜，可是没有东西。什么来的？坏掉了这个收音机。我可以按吗？哦，我可以拿出来的，把那个磁带。哎，你又来了。危险人物原来在这儿啊！你看，为什么他没事的？怎么孤零零的待着？怎么孤零零待着？你知道吗？我想跟他玩玩，就是说一下笑话的。我一直在等着与你相遇。哦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就是有心情啊！我还不能完全相信。What？ 哦，哦，放开我！就算你不帮我，我也不会有事的。这栋楼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总是摇摇晃晃的？我准备出去了，你是找小英也好，走也好，随你便。那么生气干嘛？所以他就出现那一下罢了。有钥匙，科学室钥匙，漂亮，又找到钥匙了。科学室在三楼的哦，那么我应该是要上多一楼了。还好这个游戏是有地图的，就不用那么迷路了，讲实话的。没有地图的话真的很头痛。哦，那个老头来了，关门。他来了。他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是因为我发出脚步声吗？你以为你是 Granny 啊，妈的，还会听脚步声的。不自量力的老头。好，我们来到三楼了，老头应该不在这一楼，那么应该是比较安全的。这就是科学室了吧？对，来看看有什么。这边开灯。 Oh my god， 又是你这个人体模型啊。刚刚我看到其中一个消失了，我知道你们会动的，我知道你们会动的，你不要再装了。
妈的，想欺骗我，这就奇怪了。特地来到科学室，什么都没有吗？哦哦，别过来！他在这里啊！别怕，是我。西明，真的是西明吗？太暗了，看不清楚。今天的学校有点诡异。哦，你现在才发现呢？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有啊！啊！把灯打开！哦，哪里来的这个？除了我，谁也今天突然出现了喂！鬼还是人？吓我一跳！那个大神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瞬间移动哦。那人是谁？可以说是学校里的名人。那个大神是在3年前出现在这个学校的。听说一到晚上就会进入学校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有说是以前的毕业生，有说是被学生们刁难的老师，传闻很多。校方却始终当作不知道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感觉挺可怜的。挺可怜？我感觉他会来杀我。等一等，刚才你有没有听到钢琴声？没有啊。是音乐室，你快点进去看看。什么？我都没有听到钢琴声呢。你替我去确认一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来，我是男人来的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来，进去看一下，哪里是音乐室啊？让我看一下地图。音乐室就在前面罢了，就是这里了。来看一下有什么？有鬼吗？来，谁在弹钢琴啊？哇哦，有血哦 ！What？ 啊？为什么我能玩的喂 ？OK， 那么这边有个奇怪的纸条说，它的声音将成为打开音乐欣赏秘密的钥匙。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所以有密码啦。OK。可能跟那个钢琴是有什么关系的，我暂时不知道。这边有东西，都是一些补血的。我要怎样知道密码呢？这个钢琴，哎，傻蛋啊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要我听那个声音，然后按回同样的声音。等一下啊，再让我听多一次。再来。所以是五下的，不是这个。这也太难了吧！哇，这个很难呢。What？ 我基本上在那边乱按罢了哎，然后有一个钥匙掉下来了，搞笑哦，我的妈 ！OK。哎呦，这是个解谜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乱按罢了。哎，薛志贤，你去哪儿啦？害我找了好久呢。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走吧。他忙着找小英，没空搭理我们。什么嘛，一直生气啊，他真的是。愣着干嘛？快走啊！
还是大家一起走比较好一些吧。对呀，对呀。你是不知道，他只把我们当做空气。没有这样的回事。还有，就算他是你的同班同学，你确定他值得信任吗？可是西明还不太清楚这个地方吧？我们对他也并不清楚啊。我们要走了，你也别再胡思乱想，赶紧找出去的路吧。嗯，真的要丢下我吗？没办法了，我只好自己走了。OK， 老头来了，挡着我的路啊！我想去保存游戏了，我好久没有保存了。好，来保存游戏了，终于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白色情人节恐怖学校第二集就到这结束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最喜欢的女生应该是那个戴眼镜的啦，我觉得她非常的可爱学美的感觉啦。那么还是一样，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不要再等了好吗？大大力的点下去吧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